为了一视同仁哈，都来试一下。好，怕吵到邻居，我先把这个音量关掉。我们开后面那一台就好了。这，好、哦，有听到后面的回响吗？这，有哈、哦。这，好。哦，好厉害！再跑一趟，看看到底有多远。小弟的爱车啊，这，喇叭在这，这里已经距离大概超过700米啊。来，好，再走，再来，这，看到橘的这个地方，就是我们主机的位置啊。来，好，在这啊。这，好，即将有一个弯道，即将会听不到。这，现在看不到主机了，看不到了哈。好，这，现在连喇叭都看不到。这。这，哎呦，这，还有，这，哎，还有嘞，这，有没有听到？这，好，我们家腰包功率其实比较厉害，因为转过来你听不到啊喇叭的声音了。来，这，有了吧？这，现在是能听到。这，好了，这段距离有多远？大家自己猜吧。啊，至少200-300米没问题啊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有更远的地方可以吃。今天先这样哈，啊，现在还看不到机器，哦，有了，在橘子那里，好，谢谢，一样是刚刚那个系列，厉害啊，哦，我的妈呀，好，抓穿了，重点这只喇叭很厉害，哦，还没机呢，哦，NEX。